是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修行法语几脆，噶玛噶举第十世贡嘎仁波切法语。修持佛法时，不要在乎外在的行为和形象，内在的动机才是最重要的。时时刻刻，我们的心不要被烦恼所控制，以慈悲心及菩提心来利益众生。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追求得到，而是放下执着。真正的修行不是求神通，更不是修来世，而是在明白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以及在自律中不忘利益众生。修行佛法时，观察自己的心，努力去修行善业，断除恶业。Thank you.
们修禅定时，并不是要求得到一个新的东西，而是能够悟到本来的面目。我们每一天都越来越接近死亡，因此我们在死亡前要做好两种准备：死时不会恐惧的行心，死后不堕落三恶道的羞耻。修学佛法的人，不可以老是看着别人的过失。佛法不是观察别人的工具，而是反省自己的镜子。快乐的根源并不是外在，而是在内心。因此，我们要在心里下功夫，寻找永恒的快乐。大部分的佛弟子虽然具备对佛法的虔诚与行心，但是师兄弟彼此之间缺乏和谐，三昧耶界不清净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我们非常有福报得到圆满的人生，应利用珍贵的人生，实实在在行自利利他。想要利益众生的人，首先要好好的做人，才能圆满自利利他。因此，佛子应有宽阔的心胸，绝对不可以
因为小事就发脾气或排斥别人。发菩提心，并不是花钱行善而已。什么事没人做，我们去做；什么事没人管，我们去管。这都是一点点的菩提心。修行在两个字，实修。第一，就是信愿行；第二，就是闻思修；第三，就是戒定慧。修行要记得这三根本戒，每天早晨起来要念三根本戒，经常想着我何必要犯戒呢，一提起这个正念，你就把这个戒坚守下去了。修行就是修如何断了三根本业。晚上睡觉前，自己都要检查一下，今天做错了，要发愿明天不能再犯；做了就要忏悔，忏悔才能得清净。如何忏悔？旃查经说，欲修忏悔法者，当住净处，随力所能庄严一世，内置佛事及安经法。若能到寺院做忏悔法最好，若不能，就自己安置一个佛堂。